部位24小时不碰水，嗯，然后多喝水，然后注意休息，嗯，然后不要剧烈运动，就这几天不要剧烈运动，饮食要清淡，一个星期不喝酒，很好，非常好，一切正常，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。在防疫管理上面加了太多政治性的考量，又想从中谋取巨利，才造成台湾现在的防疫的重大的困境，使那么多条性命枉送掉了。现在染疫死亡的人600多人，即使到了今天刚才2点钟的记者会，他们还有20几个人确定染疫。那现在证明呢，卡关的不是大陆嘛，卡关的是你蔡英文的卫生管理部门嘛。但为什么卡关呢？第一个，就怕台湾用了大陆疫苗，大家觉得大陆雪中送炭，所以将来以疫谋独就做不成了，要挑动台湾反中仇中的民粹达不成了。第二个，就是为了要去帮台湾的台产疫苗制造市场空间嘛。快来订阅通识，按旁边小铃铛给我们点赞和分享哦。如果有什么想说的，也欢迎在下面多多留言呀。